第八课，让我想想再告诉你。Lesson 8. Let me think about it, and I'll tell you later. 课文一，在教室。Text 1. In the classroom. 我们下午去看电影好吗？今天下午我没有时间，明天下午再去吧。你想看什么电影？让我想想再告诉你。New words. 在，让，告诉。课文二，在宿舍。Text 2. In the dorm. 外边天气很好，我们出去运动运动吧。你等等我好吗？王老师让我给大卫打个电话。回来再打吧。找大卫有什么事情吗？听说大卫病了，我想找时间去看看他。New words. 等，找，事情。课文三，在宾馆的前台。Text 3. At the front desk of a hotel. 服务员，我房间的门打不开了。您住哪个房间？317。好的，我叫人去看看。New word. 服务员。课文四，在商店。Text 4. In a store.你看看这几件衣服怎么样？这件白的有点长，那件黑的有点贵。这件红的呢？这是今天新来的。让我再看看。New words. 白，黑，贵。陈述句的句调。Intonation of a declarative sentence. 一，我学习汉语。二，他是我的老师。三，外边天气很好。